玩具 TV 第十集第二季第 N 節，今次我哋又計上次去飲茶之後咧，上好耐之前嗰次聖誕嗰陣話要出呢個，係咁聖誕到而家都係四個月啫。Yes comes a new challenger。Yes comes a new challenger。好啦，見到呢一個咁精彩、咁 classic 嘅翹手凌空奸笑姿勢，唔使講啊！最終罪惡，我哋到底叫佢咩名好咧？叫佢域間好啊，定叫 Ambition 好咧？叫呢個係美版同日版，唔係我中意叫積女星。嗱講得先，其實我叫赤木司令。哦，你呢啲司令嗰啲嚟。司令本身佢個素體其實係女性嚟㗎嚇，佢呢一個 body 先至用咗男性嚟㗎。作為一個街霸粉，呢啲冷知識係要知。如果唔係，你以為 Cammy 有咩用？冇錯，即係司令係女仔嚟嘅。最早期係女，跟住就用咗呢一個軀體，而本身 Cammy 就係佢準備將自己融入翻去佢嘅容器嚟嘅。大家如果混亂嘅話，你將司令套咗落去大蛇丸嗰度。Cammy 就係坐咧，你就好清楚點。冇錯，佢即係個容器嚟嘅啫 ，Cammy。佢只不過容器。好可惜。但 Cammy 本身的性格是什麼？個人格？他被他洗了腦的嘛。是啊，他被司令洗了腦的。但是就未到這個精神融合的時候就已經出了亂子了，那就變了。啊，還有都未講司令都浪費了一點點，接下來有個1:4的雕像，那個 Cammy 其實就是真真正正的 Vega。哦，就是終極，就所以又穿了司令衣服。沒錯，沒錯，其實不是穿著互惠的，這個是一個完整的故事。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漫畫版或者小說版。 Cammy 作為一個容器會比他本身這個身體好嗎？答你不到，我想始終都是想用一個女性的素體。還有你記住，除了 Cammy 還有 Jewelry， 還有另外一個都是候選的 Jewelry。不是他容器來的，不是，就是純粹是一個量產型的叫殺手，是的，那你 Cammy 都是波雷來的，波雷一，波雷不知第幾號，即是蒙面超人 Set X。 喂，越拉越遠，講回積女星了。積女星，首先從造型開始，你覺得今次這個造型你們覺得它還原度高不高？喂，這個真的真的可以。其實本身真係話有出司令嘅玩具又唔多嘅，真係唔多。係咁，最大家接觸得多，真係有玩嘅，唔好計扭蛋盒蛋，就係 Sota。Sota 都唔係出得差㗎 ，OK 嘅，收縮啲啲，同埋佢啲高度統一曬咯。係，所以今次呢次 Storm 出嘅司令咧，佢係高阿龍大半個頭，咁呢個我係好高興。但係係咪都係矮咗啲咧？感覺上其實我初初望都好似矮咗啲，但係其實都唔係，因為佢真係高。佢五入邊個設定啲人係向橫發展，係向橫嘅，全部好大隻，好大嚿，你高到大半個頭，其實我收貨啦，老實講。好，講翻只，又講翻只 Vega 啦，繼續。咁啊，見佢有啲舊化位。嗱，當然大家見到呢個係最經典嘅姿勢啦。咁啊，由空中慢慢咁樣飄落嚟，嗰個咁嘅衰樣咧。好啦，咁啊。見到呢個姿勢就換手嘅，不可動嘅。咁啊，可以望一望佢呢一個形態先。嗱，佢介紹下佢豐富嘅內容先。有可動手，唔係可以替換嘅手就唔能夠少噶啦。咁例如佢要做翻隻手通紅嘅感覺又有啦。佢有啲爪型嘅啦。咁啊，爪型嗰度咧，其實就方便佢插 effect packs 嘅，俾佢做出招用嘅。咁例如佢就兜起兩隻手，即係手中有呢個唔係陶瓷餅嚟㗎嚇，搞清楚啊！唔係陶瓷餅嚟㗎。講開其實佢以前舊嘅街霸咧，司令多數係用拳嘅，但係最近先至係咪改咗用爪啲？街霸五係用爪。係咯，之前都係拳嚟㗎嘛，拳有火呢個係最後嘅。四大天王版本嗰個重拳嚟㗎嘛。冇錯，站立重拳。係咯。其實司令的造型都就期啊，唔使講啊，就期啊！大家有冇睇力王啊？咁啊，明抄啦呢樣嘢，根本就完全將就期100%將佢呢個立體化，佢就係司令啦。同埋係好經典嘅80年代有套作品叫做《帝都物語》，入邊嘅加藤保險咧，加藤啊，就係佢嚟噶啦，冇錯。
我有睇呢個香港范少王拍的，我唔係嗰個咪扮阿周奇，就係喺力王出嘅，嘉能好險就帝都乜嘢，拳風都可以。咁無考不成話咧，啱啱呢幾日我搭地鐵見到布袋任太開演唱會，咁佢又係扮嘉能保險。所以哇，點樣即係好有親切感啊！你見到司令呢啲係啦，你而家見到其實都真係高大半個頭㗎，咁所以你話比例上係跟翻足嘅，咁所以嚟緊其實 Sandrick 嗰啲我諗更加可怕。哇！佢真係點企咧？咁大塊嚿嘢，佢嗰個上半身真係唔係流嘅喎、嗯，你司令已經好重份量了。可動性如何？可動性高嘅。啊！即刻示範一下啦，大家其實見到呢一個司令招牌姿勢啊，咁其實佢呢兩個係可以換手嘅。冇錯，其實好似唔係佢成日拆得㗎，係可以嘅手其實可以呢、這個唔係左右呢度可以拆，係啊，左右都拆咗可以方便啲，方便你去換手嘅。我對上一次見到可以咁換手咧，就係、是、我人生裏邊第一隻 HJF 魔童。哦，魔童係一樣有對手俾換，不過佢就冇咁方便咯，因為魔童嗰個係個翹手兩隻手連埋嘅。咁而家 Storm 呢一隻咧就獨立處理嘅兩隻手。咁大家其實換手嗰陣時候都小心啲啦，咁因為本身個肩關節啊嗰啲都要用翻少少陰力，咁啊變咗即係換嗰陣時候就真係唔好揀啦，咁啊慢慢咁樣用陰力掹翻佢出嚟，咁啊最穩陣啦。就翻嗰個佢嗰個缺口位入就好啲。咁其實廠方嗰邊咧都曾經叮囑過咧，就話各位如無論係之前的阿龍又好，今次司令或者打後的角色都好，因為他們其中一個賣點就可以除了衣服嘛。司令呢就有兩條，你除了一條裙子，是的，他軍服的下擺呢有就這樣垂低的，還有他有氣勢的風吹起了的，還有方便你做 set pose。 沒錯，廠方那邊呢就一直強調各位如果買了他們產品的朋友，如果換呢啲衫或者除佢啲衫之後再拍翻埋個身體咧，有啲人就話鬆，其實咧佢下盤同埋個腹部嗰度連接位咧係兩節嘅，所以你換完之後要大力再拍翻一下落去就唔會鬆。因為好多人都誤解咗啊，搞錯點解換完之後鬆泡泡嘅一隻嘢，就會有咁嘅情況咯。咁我哋而家講翻個可動先啦。嗯，係，我諗使唔使換一條裙嘅先？換條裙可能方便翻你做呢、這個啱，我都順便 Nightmare Need Side Two Crash 啊，我都可以順便講解翻頭先我提過嗰個問題啦。其實幾方便㗎，佢因為啲衫啊嗰啲全用 PVC 用軟膠咧、就可以方便，唔會影響到只嘢個可動範圍啦。同埋我見佢本身即係就咁膠嗰啲顏色都即係個感覺都幾似布㗎啦，已經咁變咗又唔使太擔心話即係甩色啊呢路路啊咁樣。因為紅色好鬼難掌握，係你一係就會變咗鮮紅色，一係就變咗啡啡地色。揈下睇下喐唔喐嗱，咁咪唔喐咯。而呢條裙根本就係預你出呢一個後前腳喎，腰的幅度一如他以往好似阿 Ru 啊，同埋阿 Marshall Combat 嗰啲都質量都係標榜住靚嘅肌肉刻畫同埋好高嘅可動度。哇！佢嗰個老鼠仔都真係嗰啲表達真係正到震。就係 Storm 嘅 Eddie 老闆極強項，佢嘅最男人肌肉的迷戀啊！冇錯，先男人超輕貴嗰啲啊！咁就不得佢咩評價？其實佢好，其實佢依家八五咧個司令咧，其實所有人嘅身形都非常奇特嘅。其實佢真係可以非常奇特。即係還原到 game 入邊嗰個，即係將佢立體化，其實都好神奇嘅。因為通常咧，如果你一般人做咧，佢都係做翻啲正正常常，大隻就大隻，但係就唔會係呢一個身形比例咯。係，因為畢竟街霸都今年係第35年啊。咁呢35年裏邊出過咁多集個司令咧，佢就唔似第二啲卡通作品主角永遠都係十幾歲噶嘛。他真的跟著個時代去出嚟五十幾了，出嚟已經五十幾歲，但係都咁樣樣嘅嚟。係咯，
發生咩事？你頭髮都白埋啦 ，Vega 大佬。可能係周海媚扮㗎。照下知。哇！諗起都興奮啊，真係。即係呢啲咁卡通化嘅比例，其實個司令個頂帽係就好搞笑㗎嘛。嚇！而家真實嘅帽唔你戴唔到啊嘛。呢啲就係佢嗰個風格嘅嘢咧，佢就將個立體化。咁佢今次都跟。其實佢有三個不同的頭，三個正。你問我咧，我係中意呢個，我都係中意呢一個。但係其實你一個 figure， 你可以換到不同的樣咧，幾貼心嘅呢樣嘢。係啊，呢個我係好中意。因為唔使話局限咗，一定要出啲出招嘅動作啊，又成咁，你多啲表情咧，其實可以。同埋你打機嗰陣時咧，你見到好。強烈的表情變化嘛，所以變咗你有多啲頭去換啊，多啲表情啊，變咗玩嗰陣時候就過癮好多咯。係啊，亦都可以好方便，好似阿的以前好經典嘅加百劇場咧。哇！喂，幾時再出加百劇場啊？老老實實，係咯，等緊你喎。喂，呢啲玩落去有火嘅喎，絕對佢都出曬啦。喺舊喺度啦。喂，幾嚿火啊，大佬！呢個樣幾狂啊，真係。我想問咧，街霸五裏邊咧，司令有冇嗰件袍噶？佢出場咧，即係街霸五嗰陣時出場嗰陣時咧，咪有件袍逼走嘅？係佢另外一件俾錢買嘅衫，好似有類似嘅 DLC 嚟嘅嘅形象咯。因為好多衫噶，呢啲好笑噶。佢有頒獎服噶，龍有頒獎嘅衫。頒獎有頒獎啦，即係跟 Master。我想問呢個系列出咗幾多隻？暫時係第二隻。第二隻之後嚟緊就係 Ken， 跟住就蘇聯佬。好似有冇話仲出啲咩？暫時未 air， 但係。Alex， 我希望會 Alex。Alex 有版嘅，因為呼聲好高嘅，因為同埋嗱，對上嗰次冇理由唔出嘅喎。係啊，對上嗰次喺巨人冰室嗰集同阿 Eddie 對談咧，佢本身都好中意 Alex 嘅本，所以我覺得Alex 機會大係機會，同埋個角色即吸引。温魯咧？温魯都會，温魯就但反而有啲人就中意 Anesh 多啲嘅喎，好奇怪。唔係你，如果你真係街霸五咧，温魯同 Nash 都幾屈嘅。所以我諗雙數都幾多，街霸五都屈㗎啦，都幾多。唔係你街霸 Zero 三嗰時，其實 Nash 唔係咁好用嘅啫。但係而家改曬啦，而家又變咗強絕大佬，真係佢兜嘢咁樣劈你。唔係係你個超必係極實用㗎，大佬。點啊？可唔可以講翻嚟？咁啊嗱，玩具嘅大致就咁樣啦。咁啊變咗都都係一樣，好似之前咁樣跟翻個好有特色嘅地台咯。好用，同埋呢個超實正。係啊，我用咁多呢啲地台，呢個係最好用。係啊，同埋佢個夾咧，因為其他牌子啊嗰啲夾咧都係就咁擰嘅，夾得多就鬆曬嘅。但係佢又有彈弓嘅，可以夾死嘅可以。咁呢個真係呢個幾欣賞呢個。咁啊變咗你真係咩姿勢都可以出到。係啊，因為有啲如果個 stand 做得唔好咧，我直頭唔用你好過，因為我一路擺你又甩。咁佢今次就解決到咯，可以，因為佢有彈弓夾住。咁啊，今集或者玩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嚟緊其實我哋都會陸續介紹 Storm 嗰啲街霸人物嘅。咁啊，其實本身我哋班主持好多都好中意打街霸。喂，買啦！小炳啊，上咗架㗎啦，各位。上咗架㗎啦。四五個手掣啊，街霸。係喺向後影一影，打到四五個街霸手掣，可想而知。因為出邊坊間啲玩具鋪好多都有得賣㗎啦，已經係上咗架嘅。咁我哋期待下一隻嘅 Ken 咯。好，咁今集講到呢度先，咁啊遲啲再同大家研究下街霸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